最后一战，王文对上彭楚英，他们将以什么歌曲应战呢？两位今天要选唱都是天后级歌手的歌，王文要唱的是王菲的《再见萤火虫》。再见萤火虫。那请问彭楚英，你要唱的是林忆莲的《伤痕》。都是天后的歌曲啦。王文这一战有这个抱着必胜的决心吗？要，一定要，一定要。好，全力以赴啦。嗯，好。掌声欣赏王文的歌声。从来没有唱过这样曲风的歌，做一个挑战吧。而且这首歌里面有很多的真假音转换，我确实也练了蛮久的。希望明天正式的比赛可以很好的发挥。挑战从未尝试过的迷幻摇滚曲风，王文能维持以往的优异表现吗？所以我还蛮有把握用太极拳的方式跟他们打这场战。
醒着数小孩，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，你若不肯说我就不最后一站，两位女将，马上就有请我们的游鸿明老师讲评。我觉得王文选这首歌呢，老实讲，我是觉得非常难唱。听王菲唱起来好像很轻松，其实她今天没有用王菲的口吻，试图用一个比较摇滚式的这个态度跟语气去唱，但是呢，感觉上她刚好在中间，好像没有那么的轻柔穿透力，可是也没有这么的摇滚，所以你还是用一个比较一般流行歌曲、抒情歌曲的唱法，只是表情跟肢体稍微严肃了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还没有达到你能够发挥的那个功力的极限，所以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以后可以在选歌方面或者是你的表现方式去做调整。那我觉得楚音她的这个声音呢，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因为我觉得，尤其是像《伤痕》这首歌呢，它的声音里面就有一种很迷人的气音，还有这种撒娇式的唱法，我觉得非常搭到这首歌。那唯一的缺点就是说，因为这也算是八六拍的歌曲，所以它在这个副歌的地方的话，如果少了这个八六拍的感觉，那种甩动的感觉的话，会少了一点说服力，就感觉听起来的话就不会完全掉进去。但是整体表现，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你的声音，这首歌。好，马上看分数，首先是王文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王文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7、19、23、25。哦，左安老师给了满分。接下来是彭楚英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彭楚英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1、24、24分。好，小输一分，但是两位是旗鼓相当啦，两位都表现得不错，哎，都很高分，来握手一下哦。中场统计，陈建宁、黄大炜队最后三连胜，最终以4-5小输袁惟仁、黄雨玲队。而评审将从落败的九人中挑选3人淘汰。在四位队长心中，他们又最担心哪位队员呢？这时候让我们回答的对，很有点太艰难了，因为我们就不太想要去。对，要担心这个命令。对。明明我觉得他今天有比较大的一个状况。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每个都有进步，然后每个都有小小的得到他们那个梦，他们想在这个舞台可以这样子表演，我觉得很好。失败9人谁会遭到淘汰？最残酷的命运即将揭晓。有三位必须由这个评审团选出离开这次的比赛。那么这个筷子手啊，最难当的职务以前是小胖老师嘛，那现在就是大家公推是阿瑶老师了，麻烦你来宣布。OK， 今天我们决定淘汰的三个，第一个是王彬令，第二个是黄义婷，第三个是林培翔。对，那我可能稍微简单的解释，我觉得我们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比较大的成分都是运气的问题，因为还有他的这个签运啊，看看他对战的是谁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边来彬令，很难过，因为他刚刚唱的是圆梦啊，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但是居然就是这首歌让他离开了舞台。彬令来跟大家说几句话。昨天竟然比他先发言，然后结果导致我连彩排都彩不好，然后就很自责啊，所以其实这个没关系，我觉得你也进一步了解演艺工作，演艺工作真的没有任何借口哦，必须在比如说真的你有大型演出了，那前一天你就是烧下，那怎么办？你还是得上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彬令，这是一项学习，不错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林培翔。不管哦，你真的平常在家里看电视，说他们为什么会哭哈？怎么会这么软弱哈？你知道吗？你看，铁铮铮的一条汉子，到这个时刻还是也会忍不住。这在这当中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老师说？就很谢谢老师，还有谢谢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有千言万语，待会还有一些机会说。那么在舞台上呢，各位看到时代改变了，那两位男生哭成这样，
我们唯一的一位女生没有哭。你此刻的心情现在还好吗？嗯，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很多准备都还没有那么足够，然后我也很谢谢小胖老师可以选我进来，然后谢谢我的队员们还有这里所有的人。嗯，讲完了。嗯，啊，你走了就不好玩了，就没有人可以玩了。那么可爱，你的声音很特别的，我们大家都很看好你，但是把稳定度再多加练习啦，好不好？包括 pitch 的控制啊，音准的控制。好，我想两队队长跟队员都很舍不得，那在这边这三位要走，我们请大家陪他们一起走，好不好？纵使没有太多的参赛经验，也没有天赋异禀的完美歌喉，但他们勇于在舞台上证明自己。即将告别星光舞台，一路提携的老师们也给予最大的祝福。棒了 ！Hey, you did your best, huh? 真的。